don't know what else to do. I wanna get away from every little thing, just to try to make it through. 这一盒就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伊翁，现在是下午的3点左右，我要去家里附近的咖啡厅做一些作业，这样子。那我就赶快出门吧 ，Go Go Go！而且韩国啊，最近变得超热。I've been thinking about my options, every detail in my head. 然后我们家附近在施工啊，我觉得韩国盖房子盖超快的。然后穿过小路，就到了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啦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家里附近的咖啡厅，我来个咖啡厅点餐。Ice Americano 还奶呀？对。Everything I ever worked for vanished in the blink of an eye. 先来工作。我觉得我这边的设计很好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适合我的个性。满了，来洗个衣服吧。哎呦，之前是用洗衣粉，现在用这个洗衣精 Persil 的。不过台湾的好像是绿色，比较常见。用这个麝香味道的柔软巾。昨天我出门的时候啊，手机不小心摔到地上，然后这里就破掉了。Woman, 然后我就立马在酷胖上面又买了东西，掉下去的瞬间立马就买了钢化玻璃膜，请朋友在台湾帮我贴的，就是犀牛，怎么想不到这么不堪一击啊！然后我买的是这个，然后这个是美国做的，还有一个是什么两张，而且还有附这个说明书。把我的壳拆掉，先把原本的那个撕掉吧。还好是破这里，你能看到吗？破这里，没有破到手机。先开一包，这个是我买的防晒霜，还有我里面裹的包纸。之前手机是一只膜就蛮厚的，85，这个看出来有点厚吧，100多块自己解决，这个呢留给下一次就破掉了之后自己再
顺便微博了一些昨天露娜捏给我的饭团，已经散掉了。你们捏小饭团就是远远的，但是昨天没什么胃口，没有吃完。往左边，往左边，往上一点，往上。好，现在在这一块，你看到吗？奶茶是那个底换有一点纹路的，纹路，例如格子还是？嗯，真是可爱。几元啊？我觉得这玉米看起来好新鲜哦。最近蔬菜好贵哦。最近那个韩国的鸡蛋都疯狂的涨价。超级好吃的，这是什么？鸡米发。最近你说这个很流行是吗？就是这个，就是连韩国人都在抢的一种饼干。它是 SSG， 就是 Pico 这个伊玛特自己出产的、嗯。然后它的这个啊，它是三明治，对对对，就像三明治一样，然后很厚的。对啊，喜欢巧克力的人会很喜欢。这个感觉看起来很好吃啊，因为我弟叫我买来看看。这一盒就5个而已哦，其实不便宜哦，真的哦。嗯，好吧，买回家吃看看好了。然后前一阵子还蛮流行的这个葡萄口味的派。我只有对这个有兴趣。Tomato Sun Cream， 嗯，这个是 yellow 什么的姜黄。牛肉，然后这个是有 coconut， 然后这个是姜黄辣椒，耶、yeah, ，买了两个全脂咸代言的哦。要麻菜，这个是辣的辣炒年糕，啊，特价的起司年糕，本来应该是7000多吧，这个。那我们四号，那我们买一包吗？嗯，买一包就好了。这个是桃子红茶，这个是柠檬红茶，而且两泡就是加水就可以了，冷水就可以泡了，就你不用再冲热水。冷水都可以了、啊嗯、然后90ml就是一条，对。我们先把东西放上来，对，我们来自助结账台。不小心又买太多东西了，被地笑死了，真的。